是联谊春娇第一场龙山寺。一直不停的一天，坐在车站的最里面，人群不停的穿梭，却始终不见你经过。厦门的天空很蓝，风吹过南海到北岸，还看过很多很多，心里面却还是失落。说好的旅行啊，你已经缺席了。于是啊，我决定一个人上路了。